好，预备，三、二、一。剔嘢系咪衰硬？睇下你剔啲咩啦。我剔嘅嘢，你一定衰系硬啊！好，高剔。下一个剔嘅讲边啊？喂 ，Hello， 我系肥谷啊。由细到大咧，我已经好圆碌碌噶啦，所以咧每逢圣诞节咧，我都会俾人捉去做圣诞老人，同埋开心啦。记得啊，细个有次阿妈整蛋糕啦，将盐当糖咁落，食到几辛苦，我仲话好好味喎。阿姐真系得意啦，咁细个就识俾气，哎哟！细细个嗰阵时啦，咁屋企咧就冇压力俾我，仲同我讲话嗱，想做就去做啦，最紧要开心。所以咧喺呢个咁好嘅家庭底下咧，我就有一份使命感，要将正能量带俾大家啦。咁我越大个就越对电影电视制作啦好有兴趣啦，所以一中学毕业之后咧就跑去香港资源设计学院读电影电视高级文凭啦。之后去读啊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同财政高等教育学院协办嘅视觉传达学士学位添。咁想将兴趣发展成为事业啦，梗系。喂，呢度唔准拍嘢啊！唔好意思啊，我哋好快就拍完噶啦。系，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好啦，预备，三、二、一。去 HKDI 读书，好高兴喺老师介绍之下识到电影行内猛人，包括有邓志伟、黄精普、郭文辉、张凡嘅，咁嘅样嘅。不过唔紧要。去片啊！導演，咦，係你好，張豪。Hello。陣間咧就會有幾條問題啦，就問關於肥谷嘅，咁咧就好輕鬆咁樣答就得噶。OK。肥谷係咪一個好有創意嘅人？我可以幾肯定地答係嘅，佢係一個好有創意嘅人嚟嘅。我點解介紹阿肥谷俾麥希恩拍《烈日當空》咧？佢好吸引到觀眾啦。咁我就同阿肥谷講，我話你去試一下啦，因為你係讀電視電影嘅，其實你可以接觸到出邊拍嘢，我覺得已經好好噶啦。如果你仲做埋演員，我諗你會知更多咯。咁好，三二一，打！有機會親身體驗一出電影的拍攝咧，真係好開心嘅。之後仲有機會參加埋《盧拉合作劇團》嘅演出添。喺 HKDI 讀書咧，學識咗點拍嘢啦，例如分鏡、機位點 set、啲燈點打。啊，揀音樂之餘咧，仲要做埋後期啊、剪接咁。所以咧，有時做緊 drama 嗰陣時咧，都會拍啲短片擺裏面播噶。越了解幕後，我的幕前工作就越得心應手。咁依家去咗電視台度做 junior producer， 咁主力咧都係做啊呢個嘅節目宣傳片啦，同埋一啲後期製作嘅。OK， 下一段。喺工作上面，你欣賞肥谷啲乜嘢咧？佢好鬆容㗎，佢成日有會笑㗎，咁令到啲同佢一齊做嘢嘅 partner 咧係。係個情緒咧，係輕鬆啲嘅。有一次有個 project 佢要做，其實佢唔係太識做，咁佢唔識會去揾一啲資料，係令到佢自己識自己學，咁做到嗰啲作品咯。咁佢就有呢個優點喺裏邊咯。OK， good。好啦，咁陣間咧嘅問答啦，咁就啊認真得嚟啊，帶少少風趣幽默嘅，好明唔明白？預備，三二一。其實我同你認識咗好耐噶啦，咁我哋一齊喺個劇團度成長，大大話話都合作咗有十套八套舞台劇。同肥谷合作啊，真係正到嘔電。要我用兩個字形容肥谷啊？跑步佢好易氣促喎。我會話絕咯。作為 James Bond 嘅份子，咁啊，梗係等我分享一下噶啦。我都係 James Bond。希望藉住拍短片發揮創意，實現自己夢想之餘，提醒年輕人一起去夢想進發。我會俾心機讀書。我哋啊，喺院校學到嘅嘢會運用喺呢個 project 度，幕前幕後到剪接後期啊，都我哋搞掂曬。仲有機會參加亞洲第一次嘅飛行大賽，仲攞埋冠軍。哇！呢啲真係令我好難忘。Good take， 收工。阿肥谷導演啊，你其實搞緊咩咧？我做緊自己中意做嘅嘢咯。你嘅夢想係咩咧？咁樣，我夢想啊，梗係開間 production house 啊，自己拍片咁樣。哇！你話幾開心先得㗎？哇！你都幾大上頭㗎喎。咁梗係要啦。人如果唔諗大啲嘅話，咁點得啊？好似我讀 HKDI 一樣啦。咁如果冇，都唔會有啦，係咪先？咁我想問下咧，剩我啲 shot 使唔使再 take 多一次咁咧？唔使啦，一個 take 都係 good take 啦。嚇，知一爭咩啊？爭 export 同 share 啫嘛。喂，快啲啊！我哋去啦～